这边有一把枪，哦，哦，好帅，好帅！不是，你的鹿角原来是可以分散的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很坑的游戏，它叫做 Deer Simulator， 就是鹿的模拟器啦。但它的鹿呢特别长，因为它是一条长颈鹿，跟我想象的长颈鹿有点不太一样。它脖子呢可以伸缩自如的伸长，根本就是橡胶果实啊。那这个鹿看起来就非常坑，可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那我们就马上来开始游戏吧。这游戏会是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来看一下哦。哦，来了，地球上的，这也算哪边啊？南非还是哪边？有一条路。哦，这是我，很正常的一条路。那我们可以走动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路注意啊，路出没注意。左键可以用路，哦，哇，打爆了！左键可以用路拳，路拳可以打爆人家。然后这边有人。人的话可以向人家请安。嗨，站起来了，哦，怎么变那么壮？嗨，然后还可以跳舞，哎，这是什么舞？这是什么舞？然后还可以路化人家哦。等一下，他也变成鹿嘞。按 Shift 哦，哎，按 Shift 可以把他抓起来。然后哇，这个人好强哦。等一下。这走路方式好坑啊、哦！而且他走路会有那个很像卡通人物在走路的那种跑步的那种音效。阿爸丢出去了，哇、哦，好坑！哎，他会忍者跑哎，等一下哦，他刚用忍者跑。玩着幸福车的话也可以，这个好像可以把东西撞开，这是一个无敌状态。你看我的那个鹿化的人类，他也用人火影忍者的跑步方式，哇，好强哦，呜、哦。他把树给撞爆嘞！对，这游戏就是要破坏这个世界。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鹿灾等级，有没有？就跟跟那个一拳超人有点像，就是怪人的灾二等级。那只要我们破坏越多东西，我们那个灾坏等级也会越高，鹿灾等级提升。这里有一个，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我的鹿玩家，不是我的鹿傀儡好了，头上插一根鹿角就是我的傀儡了。这边有一把枪，左轮诶。哦，哦，好帅，好帅！这不是他鹿角，你的鹿角原来是可以分散的哦，鹿角居然可以拆啦！我装了两把枪，这也不是左轮诶，就是一般手枪，然后可以射击，哇哦，哇哦，可以发射子弹，太酷了吧！好强哦，你可以把车子给拆嘞！哇哦，哦哦，警局 ，police。警察要出来了吗？有人？绵羊，绵羊警官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懒懒羊。第一警察出来了，哦哦，我要被警察抓了。这边还有更多枪耶，不过同样的枪好像只能装一把。羊来了，羊来了，我要对他开枪，打警察了，打警察了，打警察，打警察。话说我的伙伴，我的伙伴可以帮我吗？他撞到我的鹿伙伴，他们直接死掉哎！哇塞，他只要站着也没有要攻击哎，直接撞死他们哎！不是，是他们撞到他自己死掉哎！正义必胜，好可怜的羊哦，可以把它持有。哦哦，拿错人了，我要拿这个羊，可以抓着羊，我丢！哇，投篮哦！有马哎，有马可以骑吗？可以耶！鹿骑马是什么奇怪的景观？他这个姿势呢，好壮，好可爱哦。那脚短短的，好好笑啊。可是他走路好慢哦。你看这走路，怎么好像比我自己跑还慢？哎呦，被按喇叭了，超慢的耶。我看到警局了，警局有一个防护盾，这我们应该进不去，没办法破坏它。而且我不能骑马，不能射击，不能射击。骑马好烂哦，下来。那另外，如果按 Q 的话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脖子伸长。哇、哦，鲁夫哦，伸缩自如的脖子，他就钉在上面嘞，好好笑哦。我的脖子好恶心哦，咚，咚，摔死了。好，我可以再跳起来，伸缩自如的脖子，
哦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哦，我的头卡住了，等一下要瞄准，蛮难的呢。我们可以攀爬上这里吗？喂喂，再上去，哇，上来，哎、欸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哇，等一下，我的人要拆了这个房子了。那边有一只无尾熊哎、欸，我去看一下无尾熊好了。喂，伸缩自如的脖子不够远，好像有距离的。无尾熊，无尾熊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喂，哦，可以哦。喂，哦，无尾熊哎、欸，我可以骑它吗？我们先爬到屋顶上好了。到了，哦，上面有一只斑马，哦，这斑马好大只哦，怎么那么高？我可以骑它吗？哎，可以耶！哇哦，上面是超大斑马哟！哎，它的纹路会动哎，还是只是错觉？这是幻视的一种吗？我感觉它的纹路会动，斑马的纹路好像会跑哎。这斑马真的超巨大，旁边有一只超大牛哎！哎，撞到车了，等一下，撞到一只车了 ，Go Go Go！ 哦，警局又来了，哦哦，第二阶段警车哎，嗯，等一下。金刚熊，明明就是北极熊出现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旋风跑道、欸，哎，我的斑马有办法跑吗？跑不动。哦哦，我的马，哎、欸，动不了。那个警官要来了，冲啊！跑不上去，不行，我的斑马。哦，有警官，可是我骑的斑马，我骑的斑马，他们打到我吗？来看一下，警察来了，直接碾过去，哇！根本直接踩过去啊，死一片欸。好，哦，但是这个回转半径有点大，我想要去撞那个警车，打警察啦，对，踩警察啦。哦，其实我不用动会不会撞到我就死掉了？好像我不用动欸。哦，我会被打，我会被打，等一下，我骑在马上还是会被打。我先下车好了。喂，斑马，北极熊，哦。哎、欸，帮我打北极熊！我的玩家，我的人不会哦，我的人不会就是打到他们自己人哎、欸哦。北极熊好强哦，我的枪好弱、哦。我先弱化，我用打的，我直接揍你！哦，我直接狂揍北极熊哎、欸，可是伤害怎么是零？哎、欸，他保率好高哦！哦有，正义必胜！你看这个路。好好笑，好像在跳舞哦！啊，哇，最后一拳特别强，好好笑哦！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们现在收服人好了。哎呦，被车撞！哇，我的路！哦呦，哦，又被车撞！还好我们路被车撞反而不会受伤哎。我们来收服所有的人类，愚蠢人类都变成我的奴隶吧！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哎哎，来，我的伙伴越来越多了。哦，哇哦！很猛欸，这个牛可以不可以骑啊？这个超大只的牛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到它？喂，哦，好像不行欸。欸，它颜色怎么变了？哦，它有血量欸，可以揍它欸，可以揍它。哦，它血好多哦，打它看看。啊，欸，牛浮空了，牛往后跳一下，等下牛变成咖啡色的牛欸，神秘。那旁边有一个，这是什么棋盘？好，不小心拖到我的人了。这里有一个棋盘，我看应该是绿豆糕吧。这边可以游玩。这个是黑白棋哦，黑白棋耶。牛其实是用牛来移动，翻过牛会返回原始的位置，最后取得最多牛的是胜利。黑白棋，黑白牛跟牛对决，所以我是黑色的。哎、欸，可是牛会跑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牛跑掉了，哎、欸，啊，牛跑掉，我应该点哪里？啊，应该位置是固定的，只是牛会跑掉，所以你要记一下那个牛到底跑去哪了，或是可以看画面上那个深绿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可以放的位置。这牛也太自由的乱跑了吧，跑掉了耶。OK， 放这里好了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四个角。我吃到三个角了，我们看能不能吃掉四个角，吃掉角落我就赢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角是我的 ，OK， 我好像有点强哦。黑白棋电脑时段，哎、欸，我刚可以吃左下角、欸，哎，来不及了，这边可以再吃，有了，
虽然很乱，但四个角应该都是我的，好不好？我应该可以占领全部，都是我的了。33:3，超强！等一下，这个版面上36格而已哦。这牛跑来跑去，超乱的。好，连这个黑白体也这么呛哎、欸！可是我枪不见了、欸，我的人伙伴也不见了、欸。哦，我们是进入这个区域，好像就重置了。我的鹿灾等级是不是也重置了、啊？好像重置掉了、欸。上面有牛在跑哎、欸，我先上去。喂，让我上去。喂，掉不上去。等一下、哦，我用跳的。哦，这里有大牛，这一只牛，牛别跑啊！大只的乳牛，乳牛跑好快哦。喂，我来追，我来了。哦，我一个滑雷。他们在打棒，不是打篮球吗？不对。他们有在踢球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抓一只伙伴来。这只牛特别大只，我们来看看它能不能骑。可以耶。它会飘耶。它会飘。哇，可是我的鹿有点呛。我的鹿好呛哦。我的鹿。有飞机耶。它是用奶在喷射耶。你看它的那个乳房的部分在喷牛奶。我要怎么前进啊？前进不了，超难前进的。锵锵锵！为什么是旋转啊？我没办法走直线哎。然后前面看到一只浮空的鱼。等一下，前面区域人在建设中。有开发者来阻止我哎。那个鱼好大只哦，浮空的鱼，好酷！我现在在牛上不能打它。然后这边有按钮哎，有三个按钮。这个好像是牛要踩这里，牛踩这边啊，牛，我的牛 ，no， 要让它卡在这个按钮上，可以吗？跑掉了，好像有按到，然后这边是鹿的按钮，喂，这有一个鹿的按钮，我踩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有秘密哎，有秘密，哦，那什么，那个是机器人，不是，好多动物哦。一坨动物来了空运了一堆动物。等下，这是机甲机器人啊，好酷！潜入谍影，这好太恶搞了吧？潜入谍影，酷！我有机甲了，这边还是犀牛我来看骑这个机甲，哇哦，它有犀牛、老虎还有牛的组合，哇哦！哇哦，好酷哦！我可以打那只鱼吗？打不到可以！伤害零，等下无敌的 ！No！ 不！我从他嘴巴射击，把他给拆了耶！我们把那个天空鱼给宰了，好酷哦！这我要怎么长按加速推进哦？推进哦！有了！飞了！哇哦，机甲来了！好帅啊！无尾熊，等一下，无尾熊刚刚在瞪我那灾害等级，我们现在好像又回到最初阶的是羊吧？对。那我们无尾熊，哇，无尾熊，鹿哥永别，那个熊好强哦，巨化恐高熊，哇，那无尾熊的雷射扫一下我就死了鹿哥。好，我们先来打这只无尾熊，近距离直接扫射它。有了雷射，我闪，它贯穿呢。哇，它雷射好远哦，可是它雷射好长哦。这无尾熊是 BOSS 呢，这样我帮他扫到它吗？哇，它雷射还在追耶，感觉被它扫到就会死掉。哇，音乐都变了。他射不到他，我怕太靠近。有，扫到他了，他快死了，他死了吗？好像打死了我们去看一下，被大楼挡住。他倒了，有倒了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我可不可以骑啊？我打败他之后，不知道能不能骑他警局好像还没事，我们先下机甲好了。机甲不是很好操控不过它可以飞，很强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倒地的无尾熊。喂，无尾熊倒地了能不能再骑它？好像不行，跟那个巨大牛一样，倒地就会变得怪怪的。
OK， 好吧，我一直被车撞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车是不是我要拦截？哦，我被撞开了，我可以拦截车吗？哦，被撞了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开，哦，开车喽，我变成一个路的标本哎、欸，开车喽，看我用鸡腿换来的驾照，哦，哎、欸，速度还蛮快，哦，落水了，哦，哎、欸，可以在水上开车哎、欸。开车喽！我、哦、这速度好快哦，而且有点难操控。嗯，冲啊！甩尾，甩尾！哎、欸，它路其实蛮少的，就是可以哇哇哦哦！我又撞到等级二了吗？接下来是金刚熊要出来了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耶！啊，哎、欸，又是绵羊啊！我们刚刚死掉一次了，又重置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该不会可以那个吧？啊，翻车了！哦哦。换一台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车，哦、欸，我要坐车，走开。哎、欸、坐，哎、欸，这个车怎么不能坐？喂、欸，啊，有枪有枪，装个枪。你、欸、看拿到枪都要这样耍帅一下、欸，哎，都还没有别的枪哎、欸，找找看。喂、欸，拦截有了，这里可以玩风火轮吗？哦，可以耶、欸，哇哦，跳起来，然后嘞，哦哦，哦，翻车了。这里根本绕一圈就翻车啦！哦，等一下，我坐到一台那个新干线哎、欸，可是我因为它脱轨了，所以我它会滚来滚去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，在地上滚，那个建筑会被撞坏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车的行动方式是这样的吗？我把这工厂给拆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是它好难操控哦，这个没办法操控，用滚的新干线。哇哦，我们把这边的厂房给拆了。猜不到他，哦，这个猜速度很快耶！我、哦、可是他转弯走了，哇哦，碾到路上的牛啊，要落水了！这怎么操控啊？没办法乘坐的新干线。哦哦哦哦，车子打掉之后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冲锋枪哎 ，AK47 吗？这是 AK47 吗？哎、欸，这里也有物资冲锋枪哎，哇哦，全部都可以装！哇塞，全部都可以装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一次有好几把枪，而且他枪都是双枪的。我根本就是行走的那个军火库啊！哇，很强哎！警车在哪里？直接扫射！哦，来了来了！警车哇，直接秒杀！哇、哦，这枪好猛哦！我可以直接拆房子了。哦，熊熊熊熊熊！遇到熊了，遇到熊了！物资冲锋枪。话说他这个好像没办法补血。不小心被打好多血了，剩一颗心，好凶狠哦！哦，哎，又来了！兔兔，有一个兔子的警官，兔狼普，兔狼普，他是刚普朗还是什么？这边好多物资冲锋枪，哎，有拔蜡哎，拔蜡，可以丢拔蜡，他有无限拔蜡可以丢哎，哇塞，重型军火库。我们应该什么枪都有了吧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枪，我们可能要打哦哦，被炸到了。我们可能要打一些车子或者建筑会掉东西的。哦，哎、欸，有瞄准线，等一下，瞄准线在哪边？哦，兔子在那边。哇、哦，好多羊，好多羊。有狙击枪，有狙击手，小心。丢巴拉，丢巴拉。狙击手，兔子，我们先去抓狙击手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羊群中。踏过羊群的尸体，哎、欸，他们枪会掉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们先把这个熊给宰了。哎、欸，他的枪也会掉哎、欸！我来装备。哇哇！哎、欸，所有的枪全部在我头上，我这个鹿好强哦！哎、欸，这个枪总共有几把？两把小枪，两把物资，然后两把 AK， 再来一把中间那个大枪。我有七把枪在头上哎、欸，还有拔蜡哎、欸，我还会丢拔蜡。这个到底是有够强，强爆了！我还可以再装一把枪吗？不行了，一样的枪只能装一把。那我们来把整个世界猜一猜好了。目前已经是最高级的鹿灾等级了。它这游戏还在开发中，所以鹿灾等级只有到 B， 然后敌人大概就只有到那个兔子吧。那我们就把这城市全部拆一拆，好不好？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、欸。哎呦，我被我自己的拔蜡给炸到了、
我们把这城市移平吧。哦，好嗨哦！这是破坏地图的游戏啦。还好炸到自己不会受伤欸，把蜡炸到自己不会受伤欸。这个伤害太高了吧？而且还有拔蜡欸，丢拔蜡那个建筑应该爆很快。有这些枪的那个什么无尾熊应该也非常的好打。猜猜猜，夷为平地吧？哇，这是一个舒压游戏欸，超舒压游戏。轰炸！好嗨好嗨！这里还有什么？这很像油罐车哦，爆炸嘞！哎，真的也好多武器哦，就只要拆建筑或是车子都有武器。我们让这个世界回归平静吧，夷为平地。嗯，目前啊，武器就这几把了，没有新武器的样子。拔蜡真的爆炸很痛，可是它要有点慢。已经不知道在玩什么了，地上全部都是拔蜡，没有新东西了。然后这个大楼，最大的大楼，哎，这个拆不掉，真的假的？零滴耶，最大的大楼居然拆不掉，拔蜡可以吗？好像拆不了哎，我刚开机甲，这个好像也拆不掉，这个大楼是无敌的，以后可能才能打吧？还是我用拳头，鹿拳，嚯，打不到。话说我已经爬到警察局的上方了，停机坪，警察局入侵，这里可以拆吗？警察局的楼上，停机坪，这个防护罩，哎，防护罩进不去，哎，我可以踩在防护罩上。如果拆这个警局，他那个敌人就出不来了，警察就出不来了。好嗨，我们已经几乎夷为平地了，剩下旁边这个小小的房子，太嗨了。这感觉它之后地图还可以再做大一点，因为目前在开发中，好像还没有很完整。然后远方还有陆地，但不知道能不能去。哎，有飞机，我还打飞机啊，跑掉了。哇，这个根本就是格林机枪哎，距离太远好像扫不太到哎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倒地了，我们去这个不知道还可不可以过去？哎，那边有一个五重塔哎。那个是什么？九层塔，知道能不能去？欸 ，Go Go Go！ 好像有点远，这里都是空的耶，可能还不能去哦。这里啊，还在建制中，我可以打开发者吗？我可以把开发者打爆！欸，但是那个牌子还在，好好笑哦，可以打爆它欸。如果超过地图外，它好像会把你传送回去，然后好像会重置。但是我现在枪捡好多，不想重置，我先回去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长颈鹿模拟器啦。虽然它的长颈鹿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笑、爆笑的一个游戏哦。然后跳舞还可以一起跳舞，哎，超级诡异。那目前这是我们的最强武装，那之后只能等它再新增一些其他的岛屿，还有更多的武器或是内容吧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，可以按下你的喜欢，让我知道哦。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